既然光复是有个公告，当山河特别开放最些休闲的活动，阿那波开放的生态的酒来好多，民团嘛建议会当采水路来收钱。光复是表示讲有计十四天内定时意见，但先强势了后会正式公告。在东山河赛世界的芳船，未来除了训练选手或者是学生户外教学，一般的民众买当来耍水。宜兰县府七七一个东山河要开放水上活动，除了出水棒、水上奥特曼、金鸟船、各国拖的灌空气的船等等休闲的活动以外，民众会当自由来耍水。宜兰县政府也根据海洋大学的规划报告转成预告公告，听取大家的意见。至于上下水的位置，我们希望说未来游客能够注意相关的安全。根据预告的内容，开放的范围包括东山河主要的水流区、新古寮溪回流口到五个水闸门这段、安平溪排水、五股排水、甲平巷排水等等。不过考虑安全问题，东山河五个水闸门前后100公尺，甲流入东山河排水口50公尺的范围内无开放。认识一下这位水域之星枫香树。游客在生态绿洲园区内底坐船啊，听导览。这个园区内底东山河，因为有外包经营，若要入去要收费，并无在即个开放的范围内。民间团体认为讲，东山河开放会当来耍水，已经是真大进展。不过建议若要去生态绿洲，除了为绿地入去，水路嘛应该爱会当行。是有提出其他的想法，就是说未来如果能够透过水路的方式进园的话，当然是更好。但是往往还是会有一些，我不小心横跨了，横跨之后刚好遇到可能西式划船，它是背向式的滑动，它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我它正后方的状况。另外，有关水域的安全，民间团体嘛希望公部门用采购时点点的方式做安全的宣导。有客船爸教练建议讲，民众若在耍水，尽量莫下过溪流，避免甲训练选手的浮具相撞。官府表示，预告的十四天内开放民众提供意见，经过建议达成共识了后，就会正式公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